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赵汉卿，我现在是 Kapiti College 一名11年级国际留学生。我在2018年的暑假期间离开中国，来到新西兰，并且开启了我的留学之旅。直到现在，我已经在这边生活和学习将近一年的时间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我收获了许多许多的知识，并且结交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很多的朋友。接下来让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在这边的学习生活。首先，作为国际留学生，你将得到来自学校的一份特别礼物，那就是学校为所有的国际留学生开设了一门特别的课程，它的名字叫 ESO 课。在 ESO 课上，国际留学生齐聚一堂，大家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日常交流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，同时你也能结交到许多许多的新的朋友。在其他课程方面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科目，例如木工课、烹饪课、经济课以及其他许多许多的丰富多彩的课程供你选择。在课上，大家将以小组的形式来共同完成许多的任务，例如你将会被老师随机分配到本地学生的一个小组中，并且与他们共同完成本堂课所需要面临的挑战。课余时间，你也可以去找老师去询问相关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你在课上有哪些没有搞懂的地方，随时都可以去问老师。同时，学校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，例如 Cooking Day、 运动会以及校园舞会等，大家都可以参与进去。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关于寄宿家庭方面的问题。在我来之前，我是比较害怕的，因为我担心会跟住家有什么不太容易相处的地方，或者是不太好开口的地方。但真正融入到家庭后，你就会发现住家会把你真正看作自己家里的小孩一样，你可以和寄宿家庭的孩子一起玩耍，一起参加各种活动，住家也非常乐意带你去参加他们家庭的聚会啊，或者聚餐等活动，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寄宿家庭的问题。最后，祝愿大家学业有成，生活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。